哎，这是我的座位，让开。我的座位在这儿，你坐这儿好吗？不好。你一定是一个美国人。你怎么知道？美国的男人分为两类。哪两类？一类呢是有教养的，一类是没有教养的。有教养的男人，他对女人啊是十分尊重的。你觉得你是哪一类？谢谢，山姆大叔。我的名字叫 Ryan Jones。你那种目中无人、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原来是培养你自己谈判时的那种气势。嗯，我承认，我是在培养气势。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夫占有妻也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让我拿着这个？因为你是一个有教养的美国男人啊！哎，这上什么事了？我替你拿着东西，你的气势被你搞没了。可是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可怜多了。我需要的就是气势。Hello, Mr. Johnson, welcome. Thank you. 静哲，林光。你好，源泉公司诚挚的欢迎您的到来啊！I would love to shake, but I don't have a hand to spare, unfortunately. Thank you. Same problem. 既然，哎，陆谦，你可来了！谢天谢地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出事了！真的？不大事了。哎，江三，谢谢你啊！让我们握个手告个别吧。有教养的美国男人。It was really nice to meet you. Me too. Yeah. 拜拜。拜拜，拜，谢谢啊。Yeah. 行 ，OK. Here, please. OK.